吧。一万二行吗？啊，买不大，买那么大，没那么大利润的，那你少点嘛。一万二不可以。呀，这盘多少钱一个？5000块钱一个。全品。全品不全品，全品都买得到吗？算了，这也不全品。这肯定不全品的吧？这个不是一个5000块钱的东西吗？这个房间里。这个全品是吧？对，那个全品。没毛病是吧？这哪的毛病啊？这个，看一下啊。这个是中肚子上有线，那个是旁边坐的一个区，啊，最少多少钱？最少8000嘛，18000嘛，8000我立马掏钱，18000，18000，嗯，可以，嗯。最多钱多少钱？9000。不歪哈，不歪。评价一零的，15000吧。15000给开个张吧。这我昆明景区啊。我要开人家。这样吧，16500最好一口价。16000，一万六。我瞅一下。对，开个张。行吧。头一会儿开个张。也挺想要的。对对，我来了我就看了，我一眼，哎，明天买，挺漂亮。行，这就诚心买东西的，对吧？嗯。检查一下品相，价格谈好了，这种行，行吧，这时间减少，减了我，减了我，看葫芦牌，真忙了，这还放的是八仙呢，八仙做寿，很糟糕，还有个闭门金，四颗星，可以，你老师我还没看错，我看见，有点，多少钱？56000，啊，56000，回不回流无所谓了，现在回流也不便宜。这个是回流，它也有点国内的风格。对呀，其实按理说回流才是艺术品，国产的是用的。没问题，再看一下这个。万刀。对吧？你还是那边叫我们干的，干的咱们那个都不来。文采个就是。西了。不怕他啊？不怕他吧？雍正狗。你会买的吗？你平。雍正狗一本可以喝。哟，可惜以前才知道云南那边。外销吧。啊，叫外销吧。云南那边那个出土特的，洛丰那边出土，那是文采。这个是16000，对，这个16000，这个是5500，是5500，5500，嗯，5500就5500，是吧？16000，这样的话是21500，给点钱。